即嘛伫即个溪埔底吼，丽江的河堤公园吼，啊溪埔底啊开几片的即个干花吼，啊干拢开花啊吼，因为要接近干人吼，啊即干拢开花，几大片的，安尼白白吼，啊拢开花啊。啊，原来吼、哦，啊，伫遮，即马即两只战车，就是原本啊，迄放伫即个里港啊，一个军事的即、這个啊，拍枪啊，人讲拍枪堡啊吼，啊，阮讲即个拍枪堡啊，啊，即、這个靶场怎啊地吼，靶场迄两只搬过来，哦，啊，因为我昨吼为拍枪堡过吼，啊，看到即个拍枪堡呢，啊，作先啊来停止运作啊吼，所有的设施吼，敢那拢拆掉啊吼。啊，可能这两只吼，就怎啊位啊搬过来哈。这是阮即个里港吼，啊，诶，即个溪埔吼，啊，即马伫即个溪埔底，啊，即马咱即个溪埔底即个诶干吼，诶，即个干啊，拢开即个干花啊吼，啊，阮即边是讲干啦，哦，啊，敢若中北部讲叫做干望花啦吼，啊，阮即边诶干吼，啊，开满了花吼，啊，规大片安尼吼，哟，啊，真水吼。因为这个咱翕相的设备吼无足好，吼、哦、啊，伫即马这个角度也无足好，所以讲无法度表现出规大片啊的这个干，吼、哦、啊开花啊的这个水吼、哦，啊顶下看找一个角度较水的所在，甲过来。来处处看有较水个无吼？啊，这是阮丽江个即个溪埔吼。啊，咱即马看啊，即对面即就是即、這个高雄吼、哦，中寮吼，中寮山吼、哦，中寮里个中寮山哦，啊，咱会当看到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山尾顶吼，啊，诶，即个铁塔啊，即、這个天线吼、哦，啊，拢伫即个山尾顶啊，即、這个广播电台啦吼、哦，电视台啦，哦，啊是军事个雷达站啦。哦，啊，拢总会伫即个所在吼来设站安尼吼，啊，即马看到即个山头，就是伫啊，就是啊，即、這个中寮吼，啊，诶、這個，即个转播站吼，山尾顶吼，啊，有只看下吼，我那会当来看到啊，即、這个吼，即座建筑吼，即座建筑吼，啊，即就是屏东岭口吼。啊，这个天坛吼，天坛吼，啊，这个天坛吼，啊，伫这个竿吼，竿网花啊，竿的这个顶管只吼，啊，即摆看到这座，这就是这个啊斜张桥啦吼，南二哥的这个斜张桥安尼吼。哦，啊，因为有这个竿吼，比我人较悬吼，要炸掉吼。